大海正在落潮，今天的风比较大，咱又来赶海了。在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个小鼓包，这里面应该是有东西的，不是海螺就是别的东西，看好了啊。哎嘿嘿，海螺一个，哇塞，这个行 ，short。看看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小鼓包还不是很明显，这里面应该也是有东西的，看好了啊。我没猜错的话，哎，这啥呀？哎呦，嘿、哎，我再歇一个，这个拿到水里给洗洗。来，握沙，握沙，快点！你握成功了，我就放了你。你看这小可爱，握沙握的好快呀，嘿嘿嘿，这就躺起来了。在这个地方，这里又发现一个小鼓包。这刚退潮就是好，看好了啊，这应该也是个海螺。哎嘿嘿，哇塞，又来一个海螺，这个收着它。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小鼓窝不是特别的明显，看了，这里面应该也是有东西的。哎嘿嘿，来，哇塞，小海螺又来一个，呼呼，收着它。这里又发现一个小鼓包，看，像这种鼓包里面一般都是有东西的，看好了啊，嘿嘿，这完了，嘿嘿，小千捏这个，哎，这个不要了，蟹子不好。